在路易达福，我们的愿景是努力为不断增长的世界人口提供衣食所需。面临着气候持续恶化等全球挑战，路易达福正在不断寻求创新、可持续的解决方案，为人们提供安全、健康、可追溯的食品和农产品，以不惜为体，以日新为道。欢迎来到坐落于上海浦东三林镇的路易达福全球研发中心，我们的专家正在这里踏上一段探索和发现之旅，开发前沿生物技术，挖掘酶与微生物潜能，拓展食品与饲料端应用，于细微处探边界，在毫厘中见辽阔。我们的全球研发中心致力于从分子水平探究食品和饲料的原料组成，开发新型绿色加工工艺，提升食品和饲料产品的营养与健康功效。从农场到餐桌，路易达福集团的业务涵盖了整个产品价值链。我们践行路易达福全球增长战略，通过以客户为中心的研发和创新，进一步向价值链下游延伸，开发高附加值产品，实现收入多元化。随着世界不断变革，我们的研发中心也随时准备好响应不断变化的消费者趋势和期望，带来更高效率的植物性替代蛋白和美味营养的食品选择。我们将秉承着不变的企业宗旨，以创新和变革来建设更加安全、可持续的明天。